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拍戏以前，前天晚上不能做爱，不能做爱，不能做爱。烦了啦，这个句话会成为今天的新闻标题。糟糕，怎么办？凤小岳、罗永、花面流出，宝曾、宝仪下令拍戏前仅买可乐。因为大家就是反正对我荧幕形象会有一些想象啊，什么有想象，还有点距离。你是男神，是吗？曾宝仪主持的《我们回家吧二》首集来宾正是男神凤小岳，节目将于17号晚上10点播出，记得在线等哦。这个重点就是要练厚脸皮。最想去哪里拍？刚刚他就说了，可以回他的家乡英国，他有南法哎，很远哦。哇，成本很高了。谢三立。哎，闲敲完到这边啦。话说凤小岳18岁出道就认识曾宝仪了，双方已有16年的交情哦。其实我们会认识是因为九降风。九降风，对，大家都忘了九降风。你想要他们猜是不是？我讲的太隐喻了，sorry。嘴哥那时候还演我爸爸，所以我们是没有血缘的姐弟。然后你讲的话，就是对刚演出来的演员，就是都会，我都还是留在心里的。就你真帅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拍戏以前，前天晚上不能做爱，不能做爱，不能做爱。我印象超深刻。可能到现场昨天有没有休息好，就是一下就看出来，就是看男生就是看起来很累，然后女生就是看起来哎呀好开心。我印象超深刻，跟我们就是刚出道的演员这样子，没有想到我会出这招吧？对，我没有想到你会说这个。对，刚刚都很温馨，我完全忘记，有这一段。烦了啦，这个句话会成为今天的新闻标题。糟糕，怎么办？你那时候在九降风啊，好像是一部全裸的戏啊。对。现在回想会后悔。不会了，因为最近照片又被出来了。哦，很好啊。早知道我就去看，那时候大家真的都好笑，好年轻。我知道你们这些老司机在说什么。那你跟宝仪姐说，你有高分。哎，我都没问。那你们凶手是？哈？最像凶手的人通常都不是凶手，谁最不像？凶手。死掉那个人。可以回到我们回家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